评论，这是我们来自美国最新的消息。好，再来看到去年安永集团指控他们旗下的员工私自下载公司1400笔的营业秘密资料，其中包含了价值千万元的专案计划。而员工下载了之后，又跳槽到对手公司。检方昨天大动作搜索，也约谈林姓员工，但目前没有查到泄密的相关证据。 可能会使用订房网来预订房间，但是你有想过吗？利用 APP 订房，或是用网页订房，在同一个条件下，价格可能大不相同。之后就不付租金了，拖欠1000多万，结果呢被房东国宝集团来断水断电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找黑衣人来进行泼漆跟恐吓，行径相当嚣张。 旅就位在万年大楼里头，现在警方调查呢，他的前总经理涉嫌呢和黑道合作，引进帮派分子到饭店里面当干部来逼退老员工架空公司。检警调查，李万吉终于道歉，不过呢，他是发出声明，他的人还是没有出面。李万吉呢是因为居家检疫违规外出，事后又引发了霸凌女员工的事件，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纷扰。 本来是只有公关部门道歉，而昨天傍晚李万吉发了这500多字的声明，他写着：“因为个人的疏失给社会带来纷扰，个人深感不安，深刻反省，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。”那么这个道歉的声明发出之后，全教会原本今天要发动抵制的记者会也宣布取消。 康时，新竹原名驾驶，他在路边停车，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倒了路边机车。那么这个驾驶呢，把机车扶正之后，自己就直接离开了。骑士回来发现他的刹车断裂了，车身有刮伤，调阅监视器PO网，希望驾驶主动跟他联络。 骑了车内的螺丝起子就刺伤了这个阿兵哥，警方后来将他们逮捕。 在路上，他说他被人围殴追打，那么他对路人讲说酒店在哪里，并不是说他要看医生，不是要报警啊。而救护员到场发现，这名喝醉的男子前胸后背疑似有多处刀伤，紧急先将他送医治疗，说他被莫名的追打。警方正在调阅监视器追查这名喝醉男子的行径动线，要来厘清他怎么受伤的。 另外，在国庆日凌晨1点多，在桃园平镇热炒店用餐的男子被嫌犯持刀攻击致死，警方调查发现，两个人过去疑似有敬酒的纠纷，才会导致这起命案。只不过，犯嫌在杀人之后，居然冷血气定神闲，到按摩店去呼呼大睡，一直到警方找上门了，他才惊醒。 不过这名男子被逮之后，法官裁定无保请回，对此桃园地检署感叹：难道人命不如狗命吗？法官审理之后，虽然认为这个被告涉嫌杀人罪嫌重大，但是考量他是在喝酒之后犯案，男人有逃亡之余，于是预知限制住居就释放了。检方认为嫌犯行凶之后，还把车子丢掉，转搭计程车前往养生馆，这有逃亡之事实啊！难道虐死一条狗的被告都要交保杀人被告竟然无保请回，是人？ 人命不如狗命吗？依法提起抗告。好，新北市新庄有一家营业30多年的电镀工厂，日前被台北市警方查获，工厂第二代卓姓男子在屋内进行改枪和制毒，甚至他还曾经自拍在工厂的空地试枪的影片，结果被邻居举报。警方掌握情资，拿着搜索票埋伏，将他逮捕。 在工厂一楼的空地传出巨大的枪炮声响之后，民众是吓得赶紧向警方来举报。而在往旁边看，其实是一旁就是新大楼，往来的民众相当多。美国苹果公司在台湾时间14号凌晨1点钟已经举办了第二场秋季发表会，同样是采线上方式来进行。那么国民很期待的这个 iPhone 12终于亮相了。您看到一共有4款新机，有3种尺寸，并且有一些新的颜色，新的5种颜色，很特殊的绿色是第一次出现。同时， 这次不再付充电器跟耳机了，最快预计在16号预购，23号开卖。没想到事后却反悔，还要女大生一一赔偿，索讨28000块，还多次的出言恐吓。女大生吓得也不敢接受访问，但她私下喊冤说，她根本没有破坏任何的家电。 许多大学生看准了逢甲这边的租屋套房比学校很近，就有女大生遇到这样的情形。说：“阿姨，我没有啊。”房东则是投诉半夜发现家里琉璃台的排水孔塞住了，他网络搜寻找到了一家24小时通水管的店，问水电师傅来了之后看了一下，就开价说要15000。民众当下傻眼了，双方僵持一阵子之后，最后是以6000元达成协议。那民众都认为这个师傅根本是乱开价。
上海有一处隧道里两车擦撞，其中呢黑色的轿车撞上了隧道墙壁。但你看看，原本呢这个黑色轿车在隧道内不断的超车，随意变换车道，其他的车子都是纷纷减速闪避，但是遇到这辆白色轿车，不但没有减速，直接冲上去狠狠撞向黑色轿车，再扬长而去。危险的行为让人捏一把冷汗了。回到台湾，高雄仁武仁雄路短短250公尺有9家火锅店，堪称是高雄的火锅一条街了。这么多的火锅店呢、除了因为仁武的人口越来越多，成为高雄蛋白区中的蛋黄区，吸引业者进驻，其实顾客跟店家也发觉到这里的人特别的爱吃火锅，所以火锅店的生意都不错。加上周边还有19家的超市百货，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密集的超商百货火锅一条街。MQ9 无人机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的陆基鱼叉反舰飞弹，其中这个鱼叉反舰飞弹最为敏感，飞弹射程可能达到270公里，能够攻击试图通过台湾海峡的共军军舰，对解放军的威胁相对是较大的。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。再来看到艺人谢欣，之前对外宣布说他已经有了新恋情，是圈外的男性。近周刊调查，还真的有一位开奥迪的熟男连续2天接送谢欣约会。曾经跟阿翔爆出不伦恋的风波，如今是甩开了小三的阴影，成为别人的正牌女友。